哎，各位啊，我刚才发了个视频，是关于那个吉林那个浮桥那事儿。发的时候我就知道，肯定得有人骂我。结果果不其然，哎，好几位都骂我。不过他骂完我以后呢，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发财道，绝对能发财，这事儿啊绝对能发财。看国内那些高速了吗？国内老多高速，对吧？你要从高速这边去那边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国内的高速都是全封闭的，你不可能从高速从这边去那边。就算你能偷着过去，没准给撞死。所以啊，哎，我给你们出个道，绝对发财。你们呢，从那高速底下挖个洞，哎，直接通那边。当然了，你不能破坏高速的结构啊。呀，你得找这个就是好的施工队儿，好的设计师，哎，从桥底下挖一洞，然后通过去，对吧？解决附近居民的这个乡亲、父老乡亲的出行问题，然后你还可以收费。哎，你妈，这不发财了吗？这不，真的，这多发财，真的。有钱的呢，你就弄个大点儿的，对吧？四车道。没钱的呢？你弄一个小点儿的，单人行道单人的，骑自行车能过，骑自行车能过也行啊，你这不就发了吗？对吧？